业里面讲，光受无量，光无量，受无量，是方便法身大悲之本。方便法身就是报身，也能称应化身，通通是方便法身的大慈大悲度众生的本体啊，报身的实德。故知言中，自是光受无量，实为一切众生悉皆光受无量。这一句意思讲得很深啊，这两愿当中法藏法师光明无量，寿命无量，啊，实在是为一切众生做榜样，为什么？他觉悟了，众生没救啊，生佛是一体，生佛不二啊，佛的光寿无量，一切众生光寿也无量，没有例外的啊。见到阿弥陀佛就像见到自己的法身，万德万能，无法形容啊！啊，什么时候证得？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证得，他能不去吗？古大德，老一辈的善知识。都教我们，提示我们啊，如果这一生不能生净土，你能不能保住人生？啊，保住人生什么？你这一生无戒十善都能够达到六七十分，你能得人生；八九十分，你能够升天，欲界天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得人天福报，你想想，你还会不会迷惑？这是事实啊！如果对人这个又迷了，啊，小的时候没有缘，好的缘分没有遇到佛法，你就堕落下去了。人见思烦恼，非常容易起现行。这六道凡夫吗？控制不住啊！啊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、戒取，中国人叫成见，成见是自以为是。啊，邪见，能断吗？似乎贪嗔痴慢疑。这个东西也染上了，
造业啊，造的善离不了三善道，造恶离不了三恶道。三善道、三恶道都是消业的，三善道消福报、消善业，三恶道消恶业，不能造业。不能造业这一句话容易结束啊，不容易做到啊。那我们试问一问，能不能原谅一个陷害我的人？羞辱我的人，毁谤我的人，那么呢？不能，不能就冤冤相报。啊，一定要原谅他。为什么要原谅他？他是凡夫，他不了解事情真相。真相是假的，我你他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怎么样陷害和陷害这个假身，不能陷害灵性。灵性是真的，灵性不生不灭，那是真火啊，他跟自心相应，这个身跟自心不相应啊，八十五十一心所都不是真的，是迷失真心变成的幻想。啊，谁迷的？自己迷的。换句话说，无业不是自作自受啊，你怎么可以怪罪别人啊？你真正看清楚看明白了，对于一切陷害我的人，甚至于想割离王各界身体，也付之一笑了之啊。忍辱先人感谢格里王啊，为什么感谢他？帮他提前成佛了。忍辱先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。格里王成就了释迦牟尼佛，把释迦牟尼佛成佛提前了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发愿，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度你，他就是世尊弟子的乔成如尊者。佛说话算话啊，落叶缘无比丘，佛说四谛法门第一个开悟证阿罗汉果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